OK，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，这个是 Vasina 新款的那个唇釉，是不是叫做？就是唇釉、唇蜜什么，我有点混，稍微，就是涂出来是哑光的，像那种像口红液，就是液体的口红一样，膏状的口红吧，应该说这个。我觉得这两个颜色，一个是880，一个是680，我觉得比较好看一些。我给大家试一下色，大家先试一下这个，然后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。我感觉它不是纯哑光的，就是还有一点光泽的，会不会干了之后就哑了？感觉这个颜色就是还是蛮温柔的，是日常工作、学校啊什么的。Okay, 这个是680，这个颜色就深多了。哎咻，然后。感觉，如果你是整个妆容完整的话，这个应该蛮好看的。